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说一下兰花。说起兰花呢，很多家庭中都养有啊。接下来主要讲的就是呢，进入这个冬天了，能不能够给这个兰花换盆？这些呢是可以给这个兰花换盆的啊。不过呢，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，千万不要对它换盆啊，不然的话呢，它很难复盆，甚至呢出现一个夹箭不生长、不开花的现象的啊，一定要注意啊。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这种情况是哪种情况。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在这个兰花抽箭之后，千万不要对它换盆啊。如果一旦对它换盆的话呢，就是刚才说了，它很难复盆，甚至呢出现一个萎蔫，花箭出现一个不生长的情况。所以呢，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对这个兰花进行换盆。另外呢，想要给这个没有抽箭的兰花换盆的话呢，最好是挑选一些兰科专用土壤给它栽种是比较好的。不要盲目的自己配置植料，特别是一些新手啊，不要盲目的配置植料给它栽种，这样对它的生长复盆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，可以私信或者是留言问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养出更好的兰花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